看看新闻网。暑期档大片集结，悬疑枪战大片《消失的子弹》昨天举行媒体见面会，现场曝光杨幂与谢霆锋亲密镜头花絮，而正好两人缺席活动，因此也成为大家开涮对象。杨幂恋爱，所以就是你刚才看那个片花的时候，你看有一个很动人的镜头吗？哦，就是谢霆锋。相对于谢霆锋与杨幂颇为暧昧的感情戏，刘青云与江一燕的云燕情似乎并没有那么轻松。对此，刘青云也现场大吐苦水。江一燕是很特别的感情，我们谈恋爱的地方是在监狱里面，跟你们一般看的是有点不一样。谢霆锋跟杨幂是在睡房，他们是在监狱。这差别也太大了吧！